昨天我已经到青森这里了。今天早上很早起床，我搭一个巴士，叫做米兹乌米这个巴士。这个巴士加 pass 券，它也可以做使用哦。我坐最早班，7:45的从青森 Aki 出发，它的最终站呢有到石河天湖那里，那里可以搭游览船去欣赏红叶。中间呢也有停留八甲田的那个缆车，然后从上面往下看红叶。还有停留在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奥路赖西，这里它也有停留，但是呢我现在这些地方都还没有去。我最先来到一个叫做轩野茶屋这里，然后我先下车，因为我想要拍一下这边的枫叶。它这边有一个算是草原这样子，我觉得那个枫叶很漂亮，想拍给你们看。然后等下一班大概是11:30左右又会来一班巴士，我再上去八甲田那里的缆车。看我身后的这些红叶，我很想要近拍，但是我刚才发现我越走过去它那个土越软，有点陷下去的感觉，或者觉得有点危险，因为我也不了解这里的地址，所以我就再回来一点，站远一点拍。有时候如果在旅游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今天是要来拍樱花，然后你看到粉红色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好开心。然后如果我要去拍冬季拍雪，我要看到一片白，我就觉得哇，对，很开心。我现在要来拍红叶，我在看到红色、橘色、黄色这种，就觉得哇，对，我要来拍，好开心这样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旅游拍影片变成一个职业病。其实那个巴士啊，它会在轩野茶屋这边停留10分钟，然后让大家下车去上个厕所之外呢，还可以在这个轩野茶屋这边喝杯热茶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红叶的风景，拍个照片。10分钟之后呢，这个巴士就会前往下一站，那个下一站是八甲田缆车那边。轩野茶屋这边有提供轩野三杯茶。它这个典故是，如果你喝了第一杯就会增加寿命3年，喝了2杯就会增加寿命2年，喝了3杯你就会长生不老。我在想说，如果我喝3杯呢，应该不会长生不老，应该会很想上厕所。它这边还有一些餐点可以内用，我现在就是要进去里面吃东西。我觉得它这个长寿茶好像我爸平常在泡的茶，那种就是台湾一定喝得到那个味道，我不知道是什么茶，但是非常的熟悉。而且它这边还有卖长寿茶哦，可以买回去泡哦。它这边有两种荞麦面的餐点，咖啡手法跟咖啡卡拉啡手法，另外还有生姜味噌的关东煮，我想要吃这个关东煮。这边有自动售票机，现在11:19的巴士来了。因为人很多，所以有两台巴士，跟我早上一样也是两台巴士。然后我现在接着这一台继续往前去八甲田缆车那边。我后面这个是下车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的计程车，还有其他的汽车的停车位。如果没有赶上巴士的话，也可以搭计程车。在这个停车场的四周围360度都是红叶，被红叶给包围，有
些地方有可能背光看不太出来那个颜色，不过这里就是很漂亮，看这边的颜色很鲜明。这冬天应该变成滑雪场吧，感觉从上面滑下来，看这边的红叶很漂亮。然后这里是缆车的乘车处啊，刚好那边有一台缆车回来了。我刚才买到这个票啊，它的来回哦，一个人是2000日币，大人。然后他有说现在山上差不多才3度左右。到那个缆车的山顶上，刚才坐那个缆车，我真的是超努力去卡位，被我卡到一个可以看得很清楚又可以拍得很漂亮的位置，好开心哦！那个红叶真的是太漂亮，沿路上来就一种哇，很震撼、很壮观那种感觉。这个风景啊，那边红红的都是红叶。然后再往这边看，看那边也是红叶，但是到那里的话，你就会看到有白白的一点点，那就是下雪了。现在要回去的人好多哦，他的班次就是整点20分跟40分一班车，所以排蛮长的。
缆车之后呢，可以去旁边这边看看，有一些吃的东西，还有喝的，好像还有咖啡哦。我决定买一份关东煮来吃，因为现在还蛮冷的。我看它有很多料，然后还有汤，感觉会很温暖。这里关东煮的特色就是会加生姜，可以拌着生姜一起吃，所以它的汤会比较少。回到青森这里了，我想要在这里稍微逛一下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来的时候没有机会逛。我觉得青森它有一点千叶的感觉，我还蛮喜欢这里的街道氛围。他在门口有贴这些图片的目录，让我看得好混乱哦，就觉得哇好多样哦，我就很认真仔细去看，结果发现不是，是他其实只有这一张，然后就是那一张，然后复制成很多张这样贴，所以他每一张都是一样的。害我刚才在那边看了老半天，想说奇怪怎么越看越像，怎么好像每一张都一样，哇超白痴的我。